大家好，我是黄宏昕。最近这几年非常开心可以参与公视所制作的戏剧作品，像是公视学生剧展里面的《孝悌儿童》，还有《一个家庭的事》。你就为着我继续拼下去，继续接受你哦。这一次呢，也非常荣幸可以参与公视所制作的台语大剧《鼓励》。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李明华，他是一个顽固子弟。对我来说，这个角色呢，他是一个很内心戏的角色。公视制作了许多优质且多元的戏剧，也让演员有很多表演的空间。如果您也跟我一样，都喜欢公视制作的戏剧作品，请拨打捐款专线02-2633-9922，02-2633-9922。